冰岛美综合报道。那韩综艺节目 UNNINDMAN 主持班底金钟国身材壮硕，运动能力超强，异能力者形象称霸。41岁的他至今仍未传出恋情。金钟国的妈妈多次催婚，要他找个对象快点结婚。不过近日金钟国却在节目自曝生命中曾经最爱的女人已经结婚了，让外界相当好奇这名女子究竟是谁。节目中金钟国、刘在熙、全昭敏以及 HAHA 组成一组，一行人前往济州岛执行任务。途中金钟国问到儿时在济州岛生活过的全昭敏有没有和男朋友来过济州岛，全昭敏则大方承认，当然有啊，而且只有我跟男朋友两个人。此时金钟国突然悲从中来说道，我最爱的女人已经结婚了，暂未透露女方身份。这也是金钟国出道多年来首次谈到过往挚爱，立即引起网友热议。金钟国多年前曾传出和从事节目 X-Men 成员锦恩会有一段暧昧情，两人还曾自曝互相欣赏，被粉丝拱在一起。不过至今两人仍单身。金钟国这次自曝最爱的女人结婚了，网友纷纷安慰金钟国，并希望他能早日找到幸福。金钟国悲伤表示，最爱的女人已经结婚了。白社自 SBS 33岁李恩惠至今仍单身。白社自锦恩惠微博